你看景县村里面好热闹，天哪了，看管理，每个人手上都得拿个袋子，不然马上抢着的热抢着的。没白等，没白等，看这块肉不了，被我捡到了。嗯，当然是最有意思，从我来。有一个袋子一直等到现在，都是他的。这两个大山谷回去我叼他。俺胖太有才了，你看，他把这个零食偷偷藏在我这个袜子里面。我要不找袜子这样我都看不见，我都。为什么睡在这里？为什么睡在这里面？讲还跟妈讲啊？哎呀，今天我给人家买的新鲜的牛肉，你搞得好不好吃是呗？天太冷了，水龙头都冻起来了。别管，大姑子回来喂狗的，喂你的吗？搞饭给他叼上。你在这干嘛呢？还会糊糊主食的。你起得忙，那个中午少吃啊。这么大一块，咋吃了还？怎么放着慢慢吃？你准备给我们家吃是呗？不去了，我在这回家了，走了你。哎呀，今天就主打牛肉自由了，冷吧？个帽子戴上了还？还行，就冻鼻子，冻鼻子妈给你戴口罩。哇，我要吃十盘。妈妈，还是你懂我。懂你吧？嗯，还是我最爱的妈妈懂我。咦，你不要跟俺家和我，你跟俺家肯定有没好事。嗯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哇，妈，你不愧是百年难遇的吃货，这种吃法都能想出来。你妈看得多，见得多，这都会做了。哦，厉害。嗯，你看我们这个鸡老臭臭的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家这鸡特别好的，谁个来下次来到我们家来做客，我就现场给你们逮一鸡杀给你们吃。完美！你妈又抱一大捆柴，很怕烧着我们的柴了。爷爷不要的话，妈妈给我买的。啊？这是妈妈给我买的，有问题啊？妈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洗手。好，你也好好饱饱口福，不用减肥了，不用减肥。哈，拌一拌很香。我的妈，太不卫生了吧！放肉，放肉。筷子小，一块一块都费事，这样子呢，到位子。老弟，还是你聪明。是吧？嗯。我这得吃一还苦啊，关。要研究，对。上个八秒就管吃了，跟吃毛肚一样。哎，煮久了就柴了，就不好吃了。嗯，哇，蘸料也真好。嗯，好吃。火锅店都没有咱们这个肉新鲜。嗯，还是免费的。免费的？那花钱了还免费？免费。反正我吃到他不用买单的钱是免费的。这个肉，哎呦，冷，太冷。哇塞！要怎么样？我的乖，还是剩女儿好。嗯嗯，这块肉就比一般肉香。哎呦，又来一块啊！我的天，不行，吃这个过瘾，过瘾。一辈吃过瘾了，嗓子最大。过瘾。一辈会酸，早些俺去的话就吃个鸡蛋，这都中午。有肚子吃这个好给他。我会预测，我有超能力。使劲吃，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吧，你吧。好吃吧，行。大家好，吃胖妹。嗯，韭菜不要再炒着吃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做法，先把西红柿改成十字花刀，用开水烫一下。韭菜切成小细末，加一点香油，这样子防止我们水韭菜的汁露出来。把西红柿去掉外衣，
那把切好的西红柿挤出水分，放在韭菜一起，再打入两个鸡蛋，把它摊成鸡蛋碎，倒入鸡蛋碎，食用盐、蚝油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和面，用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揉至光滑的面团。然后给它擀成薄薄的大饼，把调好的馅倒在上面，把中间凹一个洞，这样子沿着边给它扒起来，切一口，然后两角捏紧，从一头卷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电饼锅加油，把它煎一下，盖上盖子烙5分钟。也出锅了，开吃。不知不觉天都已经黑了，也就开吃了。外皮酥脆的，里面特别好吃。边吃边转特别好，我最喜欢这样子韭菜的吃法，特别好。我感觉这样吃比红烧肉还要好吃。我一人就能吃一锅。太好吃了。韭菜还是这样吃最贵。真的好美味。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胖妹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